刚看到机场安检时，安检人员的手竟然这么直接大胆地触碰了我们爱豆的胸膛、大腿、腰、臀、手，只能大喊：放开我的爱豆，要我来！公主号全能搭配小姐紧急了几位爱豆过安检时的照片，我想你一定想要转行当安检员了。我们忙碌检查时都是那么萌，是一个乖乖配合的好宝宝。安检人员要蹲在后面检查鞋子吗？峰峰安检都那么酷，戴着墨镜都不知道他是什么表情了。吴亦凡早期时候的安检照片，看到没有？安检人员摸了他的腰，这是干嘛？竟然还要撩衣服，吴亦凡都害羞了。王菲安检时，感觉女孩子安检人员的动作就没那么严了。小绵羊张艺兴安检比峰峰都霸气，外套都要被霸气给吹走了。不知道杨洋的粉看到会不会生气吃醋哦？这个安检人员的手放在腹部上，要不要那么认真？安检时，佛爷的表情好无奈，宝宝不开心。TFBOYS 的粉迷太多，只求安检姐姐手下留情，不要摸太多。最后，易烊千玺这横躺安检机的照片，不要教坏粉丝哟。安检人员知道吗？